個名，支持保留出面呢度嗰個巴士總站嘅。係啦，我哋依家準備就開始個尖馬之星關於政府第三次可見遷拆尖沙咀碼頭巴士總站呢件事嘅記招，我哋會係依家開始噶啦。咁啊，如果記者朋友啲麻煩可以準備噶啦。係各位朋友，咁各位記者朋友，係啦，各位市民大家好。咁我哋係尖馬之星，咁我哋今日喺度咧有一個記者招待會，就係講述政府最近一次再就尖沙咀碼頭巴士總站嘅前途咧去進行一個康健。咁我哋係會繼續嘅講翻一個會嘅立場，就係都係反對嘅。咁到底發生咗咩事呢？嗱，咁我首先自我介紹先，我係尖馬之星嘅主席陳家朗 Leslie。咁咧，今次政府喺呢個尖沙咀碼頭露天廣場計劃咧，係第三次康健，就係想話拆咗呢間我哋眼前面咧嘅呢個巴士總站，去進行一個露天廣場工程。咁點解我哋今次見到政府呢個方案，話俾到所有現時巴士線翻到入嚟去尖沙咀碼頭停泊，我哋依然反對呢？首先要解讀一下呢一個咁嘅程序，呢個咁嘅康健發生緊咩嘢事？今次咧佢嗰個康健嘅圖咧，其實就是我手上高呢家攞住呢一個圖。咁其實咧，政府係縮減咗嗰個露天廣場嘅規模，由原本整個巴士總站的位置變成了只是要咖啡色這個位置的地方，但是外面這裡它會放一些巴士線的巴士站在這裡，但原本放在這裡那十幾條巴士線呢，其實車呢就入不來的，有一部分呢就要放了出去梳士巴利道，起碼那裡就已經有一條、兩條、三條、四條、五條、六條線是要擺咗出去後面，是比依家現時的巴士總站相距起碼200米的距離，但至到100米的距離咧，先至等大家可以係落到車之後搭到船嘅，行翻過嚟碼頭呢個位置。咁最重要就係話，佢係會浪費咗我哋嘅公帑，去遷拆咗一個有90年歷史嘅一個交通樞紐，一個巴士總站。是香港第一個巴士總站，而跟住佢話咧，喺度要擺一架舊嘅火車卡、舊嘅巴士喺度，話咁樣叫做佢做咗一個保育咧，呢個完全係一個錯嘅一個行為嚟噶。因為真正嘅保育係應該令到呢個地方嘅生活、市民嘅生活係唔受到干擾，令到呢度可以繼續係作為一個巴士總站嘅功能，一直可以繼續咁樣落去。是沒有需要浪費一個公帑去建一個無謂的露天廣場，還有一個蚊型的露天廣場裡面擺卡火車，再擺多架舊巴士在這裡，已經是很逼，根本是不會有利於它所謂的人流的。所以我們覺得既然如此，只剩下一個蚊型的廣場，而我們也都建議了政府是去這個紅磡碼頭那邊有空地，不如你將個廣場連接過去那邊，你在那邊起好過，他都是說不行，都說沒有這樣的考慮。所以我們覺得這個這樣的露天廣場計劃在這個尖沙咀碼頭這邊呢，是沒有再沒有一個意思，是不應該再要在這裡起了。所以今天我們宣布，我們尖馬之星是由今天開始至到康健期完11月8號期間，都會繼續在港九各處收集各位市民的簽名，亦都好多謝好多朋友好關心到交代一下，就是我哋尖馬之星同區議會選舉嗰個關係。我哋宣布尖馬之星依家係會支持57名，第一輪係有57名嘅朋友係參加區選，佢哋咧等陣先啊，我攞出嚟。呢57名嘅參選者咧，佢哋咧唔止係來自油尖旺區嘅，亦都係有港九各處甚至新界嘅參選者，佢哋都會係同意用一個聯合政綱，同我哋一齊去爭取，要繼續保留現時呢個巴士總站。佢哋都係會同意到我哋呢一個
巴士總站保留，不需要去浪費呢個公帑去做呢個無謂嘅廣場、無謂嘅工程。我哋希望各位選民，我哋呼籲大家11月6日落去投票，去支持呢一啲候選人。而呢個候選人嘅名單，我哋除咗係今日新聞稿入面會有之外咧，我哋喺9月28日咧開始等個提名期完結之後咧，我哋確定曬埋第二輪支持嘅朋友，我哋就會將呢個名單擺上芝麻之星嘅網頁，係方便各位市民按圖識別，知道邊啲人係咁多年來都同我哋站在同一陣線。保留支持保留呢個咁有歷史價值、實用價值嘅巴士總站，邊啲人係出賣緊我哋香港嘅歷史文物？喺區議會入面，最近一次嗰十幾個油尖旺嘅區議員，現任嗰啲人，佢哋點樣出賣咗呢一個地方？希望各位朋友認清邊啲人係出賣咗我哋呢個地方。咁記者朋友如果有咩問題嘅，我哋歡迎佢哋而家可以發問。咁我哋今日會係直至到2点钟，咁但係嚟緊嘅星期六日，我哋都會下晝繼續係喺尖沙咀碼頭呢度咧，會擺攤位喺度接受各位市民嘅簽名。希望多啲叫你哋嘅朋友落到嚟去支持我哋去進行呢個簽名嘅活動，係繼續一人一信去反對遷拆尖沙咀碼頭巴士用站。多謝大家。啱啱咧，嗱，頭先我哋富裕景咧見到依家咧喺尖馬竟然出現呢個鵝頸橋嘅情況，就係有人喺度打小人嘅，即係我都係喺尖馬咁耐咧，第一次見到咧係有打小人嘅情況發生，係啦，咁啊唔知佢哋打緊邊個小人啊，係啦，即係我哋尖馬原來可以咧做埋呢個鵝頸橋噶啦，已經，咁啊唔知係咪打緊嗰啲咧想遷拆嗰啲咁嘅罪人咧，即係姓鄭嗰個肥婆咧，就可能咧。我哋就嚟可能都準備要落嚟打打呢個小人嘅，我喺度啦，係啦，我哋打打小人打肥婆啊，鄭宇華，仲有保皇黨，有冇多個人？有冇多個人啊？喂，攞咗我哋打自己嘅，係旅遊事務專員啦，喂。鄭宇華，我哋擺個 banner 喺呢度。唔係，我唔係 banner。鄭宇華你喺邊啊？打小人啊喂！打鄭宇華啦喂！打嗰啲遷拆罪人，保皇黨幫忙遷拆呢度個巴士總站嗰啲咁嘅罪人，要打殘佢哋。喂，認正我兩位認清。尖馬依度咧就做緊一個企招之後咧，咁啊突然喂，係咁啊突然之間咧見到咧唔知點解尖馬頭先話變咗鵝頸橋啊嘛，咁咧原來有兩個美少女喺度咧，喺度打小人，佢打緊邊個小人咧？哇，肥豬肉嚟喎呢個，咁肥騰騰嘅，呢啲啊點稱呼啊兩位？美女 A 美女 B 啦，美女 A 美女 B， 咁咧成日喺度打緊小人。咁咧，我哋今日咧，嗱，政府咧依家有咁嘅爛方案，就話要拆咗呢度個巴士總站，去起個咩鬼露天廣場，跟住影響曬呢度附近啲交通。咁咧，我哋咧就同仇敵忾，要打小人咧就一齊打噶。咁我哋依家咧就最主要呢個咁嘅主事呢件事咧，依家咧呢個咩改呢個路嘅咧？就係呢個運房局、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呢個鄭宇華，佢未做呢個局長之前咧，當年咧就係做緊咩嘅咧？就旅遊事務專員，就係一手要搞呢個咩露天廣場計劃。嗱，咁我哋今日咧，既然就有佢呢個 plan 喺度，我哋打小人點打㗎？家下我哋要係咪嗌名先㗎？唔使㗎，就咁打啫嘛。我打咗公仔字，咁呢個我哋咧就話俾即係政府呢咁嘅爛方案。咁我哋依家一齊打啦。我们一起打啊！打小人。
各位啊，陳鄭宇華，你哋好，我哋係天馬之星喎。我哋啊，陳宇華，好啦，大家就呢個巴士總站嘅陳家俊，我哋第三次喺度同各位市民見面，因為政府喺9月9號係作出咗對地鐵站嘅口岸站咧，你尖沙咀話打唔去呢個。有冇笑？有咩笑話先？我笑個嗨！你哋能夠過嚟係簽翻個名，係邀請我係打咯，揾咗我嚟打咯，你話係不簽不拆呢個打總站。你打少咗咩過嚟？我哋會將大家簽咗名俾你。打少咗咩？打做咩啊？打拆呢啲拆巴士總站有咩方法啊？打曬佢，去！打曬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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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齊打拆佢，去！大家要打車的話，要行到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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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鞭策巴種的罪人，第一個啊，打呢、這個，搞到好似球咁樣樣，啊，你要打到幾多個？好似一間咁嘅巴士，我哋打夠人，喂，你已經打夠人，先試諗下一間咁嘅巴士，五個人交齊，呢啲叫分齊啦，叫埋一個啫嘛，理解遊客去理解得到嗰個叫做，哎，今日交通文化。佢要打个五个人咯，一齐帮手打咯。佢打埋咧，咁我哋咧今日咧暂时打小人嘅，打肥婆嘅行动咧就暂时结束。即系咧，我哋南部咧，如果佢再唔收翻呢啲咁嘅烂方案咧，我哋系会继续喺尖马咧进行一个打小人嘅活动嘅。好多谢阿靓女 A、靓女 B 咧，今日喺度咧活化咗呢个尖马嘅。咁我哋今日喺度嘅报道就完毕啦。